Je pars en hey, hi. 你是不是要去法国？我女朋友现在在那边。 Pour vous, je voulais vivre avec toi à Paris, mais je n'ai pas l'argent. 啊，你是怎么搞的啦？家里没这个钱啦。我会还你们的。算了啦，真的算了啦。你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今晚跟我讲啊，不要客气。好，谢谢豹哥。 这个安奈好，对，很好。哎，学长，我们怎么办？不用了吗？拿到了，没问题啊。哎，刚，哎，我准备差不多了，我只是过来跟你说一声。哦，那走啊。你要去哪？吃饭呢？都吃吧。算吧。哦。看电影，工作。要不要再吃点东西？ 哎，先不要插队好吗？太帅了，哎，你跟我们来一下。干嘛？你等一下就回来。先上你那边吧。要出来呀！报警察！警察，不要跑！不行了。我看你这里面是什么？怎么办？走走。你看，这不太好吧？ 哎，豹哥，我哪给你？怎么了？那个东西拿到了吗？有，我有，可是有人在追我。快点啊，跳啊！现在呢？我也不知道哎。 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过去。Susie，其实谈谈小恋人不错。